我实在是不太吃外面的酱料。我有一个朋友叫浩子，彰化人。然后呢，他有一天他说他那个阿进的沙茶酱不错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阿进就寄到我家给我。阿进本人寄给你？没有，就寄来了。我就收到阿进的那个沙茶酱，然后我想要谢谢，我就按照那个打电话回去，我说：“哎，阿进在不在？”啊，他说。阿进，你对面锤，我说我虞美人，我想恭喜就追你。所以阿进是阿公哦。哎呀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哦。阿你叫什么名？我叫佑瑞。一个佑瑞。啊，我头来叫阿进，一个高阿姨。我都不知道怎么告诉你。没有话题，那个店员他们店员吓到。你对面锤阿进，请给贵姓呐？哎呀，阿进，我这恐怖呢。哎呀。因为阿进来要找你，也用托邦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有啊，好食无？